大家好，我是朱慧，中国残疾人游泳运动员。我今年15岁，是咱们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，对吧？是的，我感觉又骄傲又开心。你这次要参加几个项目？我这次参加6个项目。有什么期待没有？目标或者是？希望能取得好成绩，获得奖牌，为国争光。